躲在这里呢？好像从昨晚开始，你就不怎么出来了，是有什么心事吗？不管你的事。啊，你好像心情不太好，有什么事可以说给我听听？没有，没什么。普罗尼亚姐姐说，有些话就是因为太过熟悉才说不出口。当时我就在想，或许我们之间也是这样，我们了解彼此，所以反而不能坦诚相待。你在烦恼的事也不愿意告诉我。都说了没什么。喏，你的新朋友过来了，别发呆了，去陪他吧。你愿意告诉我的话，我随时都在啊。久等了，希尔，怎么刚刚在发呆？啊，没什么，稍微有点走神。那就出发吧。好多人，街上也张灯结彩的。听特斯拉博士说，下个月的4号是独立日，各地都会举行很大的庆典。改天有时间，你可以拉上布罗尼亚来玩。这样啊，节日和庆典吗？到处都热热闹闹的，真好啊。提安娜的表情比在基地里轻松了不少。果然，布罗尼亚姐姐说的对，应该带她出来散散心的。不说这个了，我们办正事吧。我和对方约定的时间还有一会儿，先陪你去采购吧。一起去吧。采购清单上的第一项是，是鲜花。您好，我想预定一些鲜花，下个月派对上用，当天会有人来取。请问需要什么样的花呢？我想想，粉玫瑰、红百合加青梅配草和尤加利叶。小姑娘知道的好详细啊，难道是同行？我只是喜欢花啦，只要看着漂亮的花，心情就会变好。是啊，我也是因为这个才会来开鲜花店的。小姑娘既然这么喜欢花，这两只百合就送你们好了。哇，真漂亮。啊，谢谢。接下来是派对上必不可少的蛋糕。好香的味道。是今天现做的哟，小姑娘。要不要来一块尝尝？哇，每一块看起来都好好吃，都不知道要挑哪个好了。小姑娘真会说话，你随意挑，给你打8折。真的吗？太好了，谢谢你。希尔，你或许真的很有买东西的天赋。然后就是派对上的装饰品了。果然还是气球最有气氛。哎，小姑娘，来看看要买点什么。您好，我想买些气球去装饰一场派对。哟，办派对？那小姑娘你可是大客户呀。那老板，你这儿有那种长条的气球吗？气球还有长条的？就是那种可以捏出好多形状的，孩子们和特斯拉博士一定都很喜欢。有，当然有。我看小姑娘你也别去其他地方了，全都在我这儿买的话，我多送你2袋。真的吗？老板人真好。哎，小事小事，下次办活动记得还来我这儿。总感觉看见你，这些店长都不想做生意了，难怪爱因斯坦博士总是指名要你去买东西。以前在孤儿院的时候我们很穷，那个时候只买得起很小的蛋糕，只能在橱窗前眼巴巴地看着各种形状各异的点心。后来蛋糕店的姐姐偷偷塞给我一盒星星糖，我带回去分给孩子们，大家都可开心了。那一定是因为希尔也是温柔善良的人吧。啊，
我没那么厉害了，不过我想成为那样的人。啊，采购这样就差不多结束了，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完成 Kiana 的任务。哇，居然白天就在放烟花。是庆典的彩排吧，那些负责烟花表演的机器人就是报告中提到的机甲。博士发明的机器人还真是厉害，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总觉得哪里都能看到。我听布罗尼亚说过，逆商和国会高层原本就有合作，协助处理。一般人恐怕想不到这些机甲原本的用途吧。毕竟为了不引起民众恐慌，有关崩坏的情报并不向一般民众披露，都处理成了意外灾害。不过现在就不要讨论这些了，我们走近点去看看。独立日庆典，独立日庆典，啤酒免费畅喝，还有摇滚乐队现场演奏。哇，天哪，快看，发传单的工作人员穿的玩偶服是布罗尼亚姐姐最喜欢的红母。好可惜啊，布罗尼亚在的话说不定会想去合影呢，她真的很喜欢红母。二位要来参加独立日庆典吗？美食节、摇滚 live、 烟花表演应有尽有，来，这份介绍您了解一下。谢谢。看起来不错呀。等忙完了这阵，你们可以一起来玩玩。天哪，也一起来吧，一定会玩得很开心的。我先去找这里的负责人，问问报告上是怎么回事吧。怪了，天哪，怎么样了？负责人说，提交报告之后，机甲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问题。他现在怀疑可能是自己看错了。不过保险起见，我还是联系了维修人员，他们明天过来回收机甲，做个全。看彩排的情况，好像确实没什么问题。如果真的只是误会就好了。希望是吧。不过这样一来，任务就提前结束了。接我们回去的车晚些时候才回来，要去汇合点等着吗？难得有这么一段空闲时间，不如去那边的咖啡店坐坐吧。刚才路过的时候看到了他们家的巴菲，很好吃的样子。巴菲啊，很久没吃过了，去坐坐吧。好吃，天哪，你也尝尝，喜欢这个味道吗？好吃，这个奶油和曲奇的口感搭配真是恰到好处。果然休息时间的甜点是最治愈人心的呢，要再点一份吗？天哪，我推荐那边的芒果千层，闻起来就很甜。那就再来一份吧。谢谢你，希尔，这么照顾我，是布罗尼亚拜托你的吧？暴露了吗？很有他的风格呢。我明白他不想让我有压力，所以才绕这么大的弯子，真是不好意思啊。布罗尼亚姐姐挺担心你的。她从前就这样，明明自己要接受逆商盟主的训练，比我更辛苦。回去前给她带点礼物吧。我想想，要不去找刚才穿红母服的人拍几张照。布罗尼亚姐姐一定会喜欢的。天哪，如果愿意的话，你有什么烦恼都可以说给我听。你们是在介意昨天的事吧？没关系啦，毕竟我确实是空之律者，体内住着名为西林的怪物也是事实。大家相信我是因为了解我，但不能强迫每个人都这么想啊。西林？是我体内的另一个意志，真正的空之律者。另一个？即使是此时此刻，他的意志也在不断地冲击着我，企图夺走核心的主导权。不如说他才是这颗核心原本的主人，我才是。但是我不能把核心交给他，他危险狂暴，一心要毁灭人类，在这之前已经造成了多次可怕的灾难，我绝不能让这种事再次发生。而且现在我还有另一道保险。这个手环会实时监测我的身体状况，如果超过了稳定阈值，它就会发出警告并上报给。收到警报后，逆商会立即采取行动，
我也会尽量传送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如果我还清醒的话，别担心，这个手环是我自愿戴上的，有了它我也能安心许多。天哪，真的很了不起呢。这是我应该担负的责任，我不会逃避。而且牙医，我和布罗尼亚的另一个朋友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虽然他当时佩戴的装置更为极端，但天哪，哎呀，不知不觉说了好多话，但也确实轻松多了。谢谢了，希尔，多亏了你，我感觉好多了。怎么会？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提安娜却独自拼命努力了这么久。我以前一直很害怕，害怕西林，害怕自己选择一个人躲起来，但现在不会了，因为我知道有你们在。明明大家都在帮助我，我怎么好意思再逃避下去。我们都相信着提安娜。怎么了？外面好像吵吵闹闹的，好像有人在喊救命。喂，大家快躲起来，广场上的机甲全都包走了，正在朝这边冲过来。怎么会？刚才我们去的时候不是还一切正常吗？ I'm itching my ear, itching so bad, would you say? I miss you. 看来现在没空探究原因了，希尔，我们去拦住那些机甲，掩护民众撤离。是。啊？
做什么了？啊，现在去看看机甲的情况吧。Tornado. 这是刚才给我们发传单的人穿的玩偶服，被撕得破破烂烂的，他没事吧？没有血迹，玩偶服里面是空的。等一下，有东西掉出来了，钥匙，上面还有公寓的门牌。他应该逃走了吧？不过丢了公寓的钥匙很麻烦，反正还有时间，要不要去还给他？正好可以问问他事件当时的情况。你说的对，不过我要先去找这里的负责人了解一下事件详情，之后要汇报给你上。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吧。好。It's our choice, Tornado. Maybe, but every night. 对了，刚好有时间，去找另一个我商量一下。你今天格外安静呢。不打扰你和你的新朋友。才不是呢，你不说话我都不知道该去找谁商量问题了。商量什么？刚才的事有点蹊跷，我隐约觉得不太对劲，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我也没什么发现，那堆机甲像是自己动起来的，没看到有人在操作。好吧。另外，刚才 Tiana 的话你听到了吧？她很烦恼该如何对抗她的另一个人格，所以我在想，我们能不能给她提供点帮助？啊？毕竟，对于控制身体主导权这方面，我们更有经验嘛。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在你眼里，我和那个叫西林的家伙是同类？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危险、狂暴、冷酷，你把我和那种家伙相提并论。Oh my god, she's jealous. 不是的，西林一直在伤害 Tiana， 而你是在保护我，你们不一样。那你倒是说说看。在你眼里，我究竟是什么？你是……喂，为什么偏偏这种时候沉默了？啊，不是的，我……Oh my God, you are jealous right now. 行了行了，我早知道是这样。反正我不会扔下，但是下次别再问这种问题了，我不爱听。我对不起，你问我的事我现在确实答不上来，不过我会认真思考，努力思考，拼命思考，给你一个答案，稍微给我一点时间。这边继续调监控，预计要待上一会儿。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没事，我一个人就能搞定。你去找那个穿玩偶服的人问问情况吧，现在迫切需要现场的证言。负责人说他是这附近的大学生，叫约翰多伊，这里有他打工时登记的电子学生证，我发给你。我知道了。这就是学生证上写的学校啊。以前在孤儿院的时候，是可可利亚妈妈教我们识的字。像这样和陌生人坐在一起学习，相互帮助，一定很有趣吧？坐在教室里不动有什么好玩的？你终于肯出来了，还不是看你一个人怪可怜的，只有我能帮你。She's so arrogant. Her other self.
请问你们认识学生证上的这个人吗？约翰多伊，没听过的名字。哎，你看，这家伙跟你是同一个系的。啊，没见过，不认识。啊，谢谢了。看吧，我就说，毕竟学校里那么多人，不认识也是正常的了。是学生证上的这个人吗？看院系应该上过我的课，不过我没什么印象了。谢谢你。你看，连老师也不关注他。唉，不要这么说别人呀。是学生证上的这个人吗？啊，不认识。哎，等等，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里听过。啊，我知道了，是和我上同一门选修课的人。真的吗？对，因为我们这门课选的人少，教授经常会点名，基本没人敢缺课。但最近几次教授点名的时候，叫到这个名字都没人答，我还在想谁这么勇，这都敢不来。是说他没来学校吗？大概多久了？我想想，大概有一个月了吧，其他的我也不清楚了。啊，谢谢你，姑且算是有了点收获吧。不过他为什么不去上课呢？说不定是被人欺负了，和某人一样躲在玩具箱里哭呢。就算你说坏心眼的话，我也不会上钩的。切，真没劲。你好，请问你认识学生证上的这个人吗？哎，认识啊，这家伙和我是室友。真的吗？我捡到了他的东西，想还给他，另外还有些事想问他。啊，那太不巧了，他半年前就搬出去住了。他在外面租了个公寓，可能是为了兼职方便吧，偶尔会回宿舍拿点东西。不过我最近一次见他也是一个月以前了。明明要做兼职贴补生计，还在外面租公寓。这我哪知道，我又不是他妈，他没跟我说，我也没兴趣问。还有别的事吗？没有了，谢谢你。看来只能直接去他的公寓了。说不定他刚发现自己钥匙丢了，正在公寓门口干着急呢。好奇怪啊，他明明在这里上了两年学，却几乎没有人见过他，连同院系的人都对他没有印象。人不都是这样，只对自己的事感兴趣，别人和我有什么关系？总觉得你今天比往常还要……我？你哪看出来的？就是比平常更有攻击性，讲话也很直接。哼，不是要去问那个家伙机甲事故现场的情况吗？赶快去他公寓吧。大侦探希尔摩斯。好吧。公寓大门好像没锁，一推就……
是故意的。别嚎那么大声了，反正没人在。夏儿，危险！为什么这里会凭空出现逆伤的机甲？先别管那些，专心应战。难道是来找住在这里的那个孩子的？你是那孩子的朋友？我确实是来找他的。对了，房东太太，你刚才有听到什么响声吗？响声？没有吧，我就听到你们开门的声音了。啊？我们在那边打得要死要活的，居然听不见？不过，你们居然是来找那孩子的吗？那可真是太不幸了，过世了。哎，是呀，就是我报的警，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像是……可是我刚刚接传单的时候还……警方排除了他杀的可能，
联系上了他的亲戚，亲戚只是把他带走了，学校倒也来了人，叫我不要声张，说是怕影响升学率。唉，可怜呐，家人不关心，学校不在乎。你既然是这孩子的朋友，就随便进去看吧，反正再过段时间我也要把这里的东西清理掉了。唉，也不知道这屋还租不租得出去。好过分，果然没错，他说的是实话，这间屋子里确实发生过死亡。可是刚才我们在广场上的时候还和他说了话，负责人也说他最近一直在那里打工，也就是说这段时间一直有人冒充他。可是这么做有什么意义？难道是为了把我们引到这里？喂，大侦探，那人偶手里有东西。真的，抱歉了，稍微借用一下，这是演出票。支配剧场，真是讨厌的名字。背面还有字，演出剧目，傻瓜杰克，傻瓜杰克，傻瓜杰克，痴迷南瓜的傻瓜杰克，他捧起心爱的南瓜。这什么东西，听起来好恶心。是类似剧目简介一类的东西吗？但这样的剧有种讨厌的感觉。希儿，你最好不要跟这件事牵扯过多，会变得很麻烦。牵扯不牵扯什么的，我只是想尽力多帮一个人而已。人都已经死了，你还能做什么？别管了，反正这也不是你的错。可是这样也太冷漠了。啊！如果当初没有 Bronya 姐姐，我说不定也像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至少我还能调查他死亡的真相。的确，这很可能是一个圈套，但也恰恰说明这背后或许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谢谢你，我知道你只是想保护我，怕我卷进麻烦里受伤。但我已经不是那个只会躲起来的希尔了，我不害怕受伤，也不畏惧麻烦，我不想让自己后悔。当然了，我也不会太过勉强自己的，这次的事件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会报告给逆商共同分析。希尔，没错，就是你想的那样。有谁长大了还会和玩具娃娃聊天？玩具娃娃最后都得被扔进垃圾箱里。Who is this? 我们都是不被需要的人，我们都是不该存在于这个世上的人，被讨厌，被疏离，被抛弃，这才是最适合你的结局，是最适合我们的结局。谁在说话？怎么了吗？你没听到吗？听到什么？没什么，你不是要去报告给逆商吗？赶紧去吧。谢谢你愿意理解我。刚才的声音到底 Who the hell?
Back. We should shower, do everything, play Genshin.
Excuse me? How the hell are you supposed to... Leaving the stage halfway will freeze any HP so you can get anywhere left.从今往后，希尔就是大家的同伴了。好吵！希尔。这是杏马尔，比你早来一些，他会带你参观孤儿院的其他地方。搞不懂。干嘛呀你一惊一乍的？刚才好像有个黑影。来这路上坐长途车没睡醒呢、切，怪人，真不知道你们这些有钱人是怎么想的，竟然出300万美元买这个小女孩。他们口中的小女孩是
种小绳子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挣脱开的吗？你该不会无法运用这股力量吧？让他们付出更为惨痛的代价，不过这样干净利落倒也不错。好了，现在你能说话了吧？快告诉我，我到底是恶魔？什么恶魔？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啊！恶魔？你说的是我？他瞪了你好几眼。This is so dumb.